方叔，您是不是喝多了？韩冲，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？我之所以拖住方叔，就是让郑定去调查你爹遇害的相关证据。可是我担心他被发现。救命啊！陈正定啊，敢伙同韩冲一起来耍我，那我今天就要你付出代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忍冬燕蔷薇东森超市33频道全台首播。